爱国的本质就是爱党，要用习思想来武装全党，要从娃娃抓起，新爱国教育纲要。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一篇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就说，近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印发了一份有关爱国教育文件，强调爱国主义本质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有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所谓的爱国的定义就提出了异议。爱国的定义是什么呢？所谓的爱国主义又应该如何培养呢？根据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又表示爱国主义应该是最自然、最朴素的情感，要坚持从娃娃抓起。该纲要还强调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包括市民公约、行业规范都必须体现爱国主义的约束和规范。教育的基本内容也要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的权威，推动习近平思想进入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军营和网络，引起民众牢记红色政权从何而来。习近平这个所谓这个新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我的了解，其实应该是去年就应该搞这个东西，但是一些很多其他事情拖到现在。我们讲前一阶段就是关于这个爱国主义，他就已经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那么现在这个纲要是印发下来了，基本上是表明其他事情尘埃落定，那么现在可能要主打这么一个问题了。从你刚才的介绍来看，是爱国主义的它的这个要求非常广泛，几乎涵盖方方面面的，要了解的突出的重点是爱党爱习近平这么两个重点。所以我刚才讲它是习近平这个新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对于中共来说或者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爱国就爱党这回事呢？他因为这个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倡导的啊，这个国家的进步和繁荣是这共产党带来的，所以你不爱这个党，那么你就是其实你所谓的爱国也就是不是真正的爱国啊，在他看来。所以说爱国的前提或者爱国的同时就必须是爱这个党，就表明你才是真正的爱这个国家，从内心里真正的拥护共产党，那么你才能是所谓的真正的拥护这个国家。那么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来看，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认为，就是中共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不同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消息之后，他也已经意识到在人们心中强调这个共产主义可能人们口头上被答应，但心里面是不认同的。而爱国主义它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一个永恒的就保持自己接近是合法性的一个东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为我们讲三方的这片土地上的这个老百姓，谁不会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的？所以说，那么在他现在转换这么一个话语体系，就要人们试图从爱国这个角度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那么到了就我刚才讲的共产党这个中共习近平来说，他加了一个前提，就是爱国必须爱党，就把党和国家高度的混合在一起，这恰恰和这个所谓这个习近平的新集权是党国一体，党国不分是一体两面，它就是这个这么一个东西啊。再进一步就是爱党，那必须要爱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甚至说要爱习近平。进入这个逻辑它是一样的，就是说在共产党看来，这个国家是共产党倡导的，那么同样在习近平看来，共产党如果说现在是有所新生的话，那这个新生也是习近平所带来的，所以说你必须爱党，必须爱习近平，你这才叫做真正的一个爱国。另外纲要还提出要在网络文学、动漫、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等领域加入爱国主义的气息，而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剧等作品都要体现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纲要提出要引导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知识分子到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进行调研考察。
整个纲要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并提出要把爱国主义融入法律和制度，并加强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此，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授郭余华就表示说，根据纲要的内容，所谓的爱国其实爱的就是党和政府。郭余华表示，这种提法本身就比较荒谬，他们在现实当中就是一体的，党国是一体的，政党也好，政府也好，应以保护人民基本利益、人民的福祉和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如果承认这一点，他自身可否提出他服务的人民，他应该保护的人民一定要爱他？他有没有道理和逻辑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他认为爱国根本没法教。郭玉华认为，爱与不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的情感，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靠外部的力量来实现的，这是最浅显最基本的道理，小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宣传不是教育，宣传是一种灌输，是一种强制，让你必须要相信某种主义和观念。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就会有强迫性的措施整治你，或者是给你很大的压力。郭余华相信，纲要提及港澳台人士与近期香港局势急剧恶化、反修例运动获得不少台湾人声援有关。郭余华估计两者是有关联的吧。他说这很明显，另外他也觉得这达不到什么目标，用一种高压和强迫的性质的东西来做的话，只会适得其反。根据报道说，该实施纲要分为六大项目，一共34个点。那他这个当中讲到了，就是说要把这个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纲要要跟目前香港澳门的这个一国两制进行一个接轨，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爱国教育就会慢慢的嵌入到一国两制相关的法治体系当中去呢？我们想看四中全会的决定里面已经说了，要把这个香港澳门要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它可能不会像在大陆一样就直接的，就是说有关这个中共的这个历史啊，贯穿的这个什么香港的这个学生的教科书里面，或者香港的其他方面了、啊，它不会有这种，毕竟它有一个一国两制的杠杠的横在这，但是它肯定会加强对这个香港这个历史教材呀、国情教育呀的那种审查的力度，就是香港政府，我向港府会加强这个力度。它跟内地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的分别的。另外，在这香港关于公务员的这个爱国教育方面，它可能会寄给一些的，比如讲一些内部条例，比如讲你这个内部条例，你必须，假如说我们以一个警察制度为例，你必须这个尊重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是说是不是要中共这方面对你的政治审查的特别是警察队伍的高层对你的政治审查合格，你才能担任这个警察队伍的这个头目等等，他有这方面，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有一些规章制度的一些出台。我不知道邓先生你怎么看待，就中共在这个时候虽然之前也说过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又一次明确的以纲要的方式来提出，就是年轻人知识分子一定要去革命老区，要去贫困地区，他这个用意是什么呢？邓小平啊，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那么爱国主义也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学生抓起。邓小平在89的时候，曾经总结89的教训的时候，说过一句最大的教育在这个在失败。当然，邓小平的教育失败可能指的是不是指学生啊，不单单是学生，但是对习近平来说啊，他可以把这句话借用过来，就是说，要想巩固共产党的中国的执政地位，必须让年轻人拥护共产党啊。所以说，那么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资源嘛，那么你就必须让他一认同这个红色资源，所以说必须到革命老区啊，去去感受当年共产党这个创建政权时候的那种艰辛，那种所谓的为人民服务那种精神，所谓高尚的品德和精神，共产党这个领袖人物的那种品德和精神，共产党的那种艰苦创业的那种精神啊，他是要那么要学生去感受，那么无形之中让学生接受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历史的这个实物情景的那种这个无声的滋润。当然
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共产党是想这么样做，但是他是否能够达到效果，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毕竟在现在的这么一种条件下，而且隔的时间历史这么长，在继续那种场景中，恐怕是我觉得他很难，这个学生是很难感受到当年这个所谓共产党的创业的那种艰苦的。他最多他也是可能就带着一种娱乐化的心情去，表面上装得很严肃，装得很接受教育，一转过头来就把他忘到一干二净了。我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脸书 facebook.com， 全球新闻大集合 6do.news 网页版 APP 任您选，六度新闻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6do.news 六度新闻 6do.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